内化，冰飘化，手镯。我又来了。Hello。Hello。爷爷，你这个头发帅了吗？我要有这么多头发就好了。有点短，所以只能做这个发型。大背头，我觉得女孩子大背头还是挺好看的。飘花六，木娜来，有断口啊？不是断口，这是挖口，应该挖石头时候挖烂掉的。这个地方肯定是有表现的。一点效果不影响。飘花还是多的，木娜飘花毕竟嘛。是的。什么价？这个我也不多说嘛，就给你6000嘛。送东西500块钱嘛。哎，500块钱不行，卖过钱。想卖过期，打了水以后我们再去看这个兰花就很明显了。那这块料子要怎么玩呢？那把价格砍下来再跟你们讲。700。700出不了啊，这个我想卖过件了。过不了吧？皮太松了，这东西就个头也大嘛，莫奈有色毕竟嘛。买来就是切一刀哦，还有点绿，而且还有手镯位呢。就看准了，800块钱吧，好吧，你发我也发。这样啊，过千都给不到。这种石头是皮壳松了一点。行吧行吧，发肉给你嘛。嗯，800块钱嘛，切一刀玩一下，对不对？长了就长了，垮了就扔了嘛。来，你点一下啊。这块料子呢，花肯定是会进的，有手镯位啊，就是奔着手镯去的。那么种稍微弱一点，只要出手镯，那这个价钱买下来也合适。如果种花的更好啊，那就皆大欢喜，对不对？直接上油去，把它拧松。好，差不多。推进去，好，内化，冰飘化，手镯，看一下开出什么样了，站远一点，每次你看甩都甩到旁边去了，哎，有油，哎，有色花哦，色都进去了，花了，这种黑度哦，这要是没有这条裂跟这条裂啊，这边挂一个手镯，挂到这一抹绿，挂点兰花，小掌，可以，想都没想到，这料子能化。